孩子们在外面辛苦的工作，不能常常回来，他们肯定很想念家里的味道。爸爸，爸爸。所以我蒸鱼时都会加上一瓶鸡精，让他们回想起家的味道。 希望他们记住美好时光的味道。Food Love Stories由 Tesco 为你呈现。